两场五月天的演唱会里，两个人确定了彼此的关系，所以依着这份缘分呢，也要帮你们占卜出2018年五月天重大的占卜。虽然五月天本人并不知道，好，但是五路同风，拥抱幸福的五万抱枕，先来颁奖一下。好，来颁奖，现在雪文要为您颁奖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其他好朋友们开始紧张了。我们 B 的朋友究竟会获得什么呢？来，答案请揭晓。恭喜你获得五月花。好，来再等待一下，2018五月桃花朵朵开。好，来五月桃花来报道，你家都归乖啊。好，来整串让你带回家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 C 的朋友呢，什么五的项目会出现呢？来，答案请揭晓。新的朋友，你获得了五指按摩袜。2018年好运的一年，你即将五指登科，好运到，恭喜！来颁奖。越来越紧张，越来越刺激了。接下来呢，大家好期待，我们第一的朋友究竟你会获得什么呢？请勇敢的站出来。是的，来勇敢的站出来，答案请揭晓。第一的朋友获得你红中主持人的邀请，你一定要好好的把握，人脉就是你的情脉啊，所以珍惜身边的人。什么？压的奖，应该就是了吧？好，来，答案请揭晓。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红中的主，恭喜你，缘分就在你身边，爱非你莫属。哇，太感谢了！来，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们靠近一点。好，我们先来拍一张大合照。